哎呀，这个妹子长得这好看，这小蛮腰，这大长腿，你连个赞。奶奶行，这不好看。啊！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对不起啊。 我今天要是不赔这个钱，是不是不行了？对，你要是不赔钱，你就别想走。好，行。给你。呀，美女，爽快人呀！等一下。 嗯，现在这身衣服是我的了，给我脱下来。我这衣服不能脱啊，这大庭广众的，里面我又没穿什么衣服，怎么脱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我钱已经给你了，衣服呢就是我的了，给我脱。这个真不行，脱了我咋回去呢？要不这样，你跟我去我家，衣服脱了给你。 还想让我去你家？你还想拐卖人口啊？我才不去呢！别那么多废话啊！赶紧给我脱！哎呀，这里没法脱啊！我一个大男人，这光天化日的，大庭广众，这咋脱呀？<笑>是你不脱的啊！是你不给我衣服的，不是我不给你钱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这是20块钱呢，是给你的干洗费。 拿走，不谢。哼，昨天破了我的衣服，还不给我赔钱？哼，我今天我就在这等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哎呀！啊！你干嘛呀？你大白天的破我干嘛？哎呀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哇，原来是你呀！你就是故意的吧？不是啊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故意的了？行，那我也不多说了，你赔钱吧。你说吧，赔多少钱？ 也不贵，2000块钱。啥？就你这破裙子，2000？什么破裙子？我这可是品牌的呢，赶紧赔钱吧。嘿，看我今天怎么整。<笑>
给你2000，你赶紧给我脱。这光天化日大庭广众的，你让我一个女的在这儿脱裙子，这哪能行啊？不行不行，我不管，你昨天就是叫这么叫我脱的，钱我已经赔给你了，这裙子现在是我的了，你赶紧给我脱，快脱。好，你够狠，我脱。呀，你还真敢脱呀。哎呀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还真破了，我想这破裙子干嘛呀？哎，裙子给你，我不要你的裙子，你把钱还给我。